我就想不通，你就为了捡来这闺女，想一辈子打光棍啊？再说了，你东拼西凑为燕燕治病，背一身债，你咋还呢？就是，唉，活着的人还得吃饭呢。她是我闺女，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他治。闺女，把鸡蛋吃了，流了那么多血，人家说了，一滴血得吃一个鸡蛋才能补回来呢。那我得吃多少鸡蛋呀？咱家的鸡蛋还卖不卖了？不卖了。要是不够，爸娘也得买。爸，你也吃一个吧。爸不吃，爸身体好着呢。你看，像牛一样壮啊。老师要是有像你这么乖的女儿，老师梦里都会笑醒的。来，秦大夫，我把老房子卖了，过两天钱就到了。我已经向医院提出申请，医疗费的事儿你就暂时不用担心了。现在最要紧的，就找到了合适的骨髓。这燕燕的病才会有希望。那我的能行不？一般来说，直系亲属的骨髓配型成功几率比较高，也就是说我们最好能找到燕燕的亲生父母或兄弟姐妹，如果找不到也只好到骨髓库中去找，可能成功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更低。大哥，我们打听个事儿，八年前这村里边有一家生了个女孩，她不要扔了，这事儿你听说过吗？这事我没听说。那我不这十里八你是爸的闺女，都怪爸没出息没本事，爸一定会想办法给你。
裙子，还有红鞋子，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咱们去找一张照片。等燕燕不在了，爸爸想燕燕了，就看看燕燕的照片。别瞎说，等手术做好了，病就好了，咱就回家了。秦叔叔说，你现在不能吃任何东西。陈老师，长得真好看。燕燕也好看。我都没见过妈妈长什么样子。陈老师，你说我妈妈会和你一样好看？燕燕长得这么好看，妈妈肯定好看。李妈妈，请你将这封信念给爸爸听，告诉爸爸，我很舍不得他，我知道爸爸会很难过，可是为了给我治病，爸爸很累了，我不想他那么累。李妈妈，我想帮爸爸买一台洗衣机，我怕我不在了，就没有人帮爸爸洗衣服。我知道我是爸爸捡来的，我还知道爸爸是因为我才不跟吴阿姨好的。我走了以后，爸爸一定要给我找个妈妈，想我了就看看我的相片。李妈妈，我今天很开心，因为我有了爸爸妈妈了。我还穿上了漂亮的白裙子，拍了漂亮的照片，特别幸福，你
你跟爸爸也不要难过，我不想你们难过。给那些和我一样生病的小朋友，让他们的病好起来，继续生活在这个美丽的世界。爸爸再见，林妈妈再见，善良的叔叔阿姨们再见。我很高兴。